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全体请坐下。这堂课由温承志讲师为我们讲课，请大家鼓掌欢迎。各位同心好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问一下哦，如果有没有人听不懂我现在在讲这个，听不懂请举手。台语都听有哦 ，OK。来，请坐。头前这嘛会用的。我稍问一下，你头一遍上课的请举手。头一遍伫只上课的举手。有上过初级班的请举手。哦，拢上过吼。好，来，来这坐。今日要上的课程是天皇主权法理至上。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我相信各位伫初级班，包括即马上课之前，属于拢有大家来念诵一遍，吼、哦。啊，咱即马咱做伙来念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吼、哦。啊，讲书念啊，大家做伙念，吼、哦。小婷啊，可以出来啊，吼、哦，来做伙念，吼、哦。身为法律台湾人，台湾民政府的成员。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你要当作哪参像咱的呼吸，像逐天咱一定爱啉滚水，同款自然。伫生活当中，随时提起家己。咱的法律概念、法律的观念，有保持伫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内底无？随时爱提起家己。好、哦，来咱做一念。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来做一念。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第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无，我念一遍啊，大家做一念。第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律，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咱咧念吼，咧对念的时阵会记得唔好抢，咱念完了后才授权换你。吼、哦，唔通去唱，吼、哦，咱一概先拢抢拍子，人讲迄个唱歌抢拍子，感觉大家都唱《奇米诺哟》啊，你就个跳头前边啊，大家拢无协调，吼、哦，咱第一念主张一个立场的时候，爱干啥？干咱每一个动心啦、啊，和谐步调、步调，吼、哦，卡呀，爱对好，大家爱整齐，爱保持啥法律台湾人的秩序、秩序啦，吼、哦。第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伊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和武力，出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第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实名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好，甲大家问一下，你内底有看无的无？无了解的所在，请举手。有无？有够无了解的所在无？上过初级班，今仔日是上啥？高级班安尼。哦，所以主张伊立场，咱呾复习一下。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毋是嘴讲讲，家己编的？是啊，毋是？是毋是？毋是。为虾米？咱主张第一句已经讲啊真清楚吼，咱看者，吼、哦，依据啥？国际法律。刚书记者要甲大家请教一下，台湾民政府是依据虾米来成立的？初级班，我相信各位你上过啊，你爱知影一个重点。台湾民政府这个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是伫什么法内底？大家爱会记咧吼、哦。我相信初级班第一节课，坐真济学员拢无赶到，怎会？有诶下班，有诶干赶车，所以拢袂赴，拢差不多拢上拜六、星期六哦，拜六诶第一节课啊，所以拜五暗时袂赴来。无要紧，为啥？咱 YouTube 面顶都看会到影片啊，所以你也无上到拜五第一节课诶人。哦，咱的学员同心，你会用啥上网站去找啥找影片来复习？来，我再怎啊个大家来复习一下吼。台湾民政府的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依据战争法，有写起来无？哦，会记写，简单三字尔，战争法、战争法。台湾民政府就是依据战争法，由美国军事占领地、占领地的住民、占领地的住民所成立的民事政府、民事的政府，伊从属伫对属于美国军事政府内底。哦，会用独立无？袂用诶，为虾米？土地有主人无？上，主人是上。台湾是台湾人，台湾所以主人是台湾人，对啊，唔对？错。主人是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凭啥物拥有台湾的主权？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人伊无了解，所以叫马关。正式的啥名你爱记咧哦？咱新台湾论内底上册有马关条约英译。英文的全名 Sh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himonoseki。 Shimonoseki 是在对日本的下关那个地方、哦、所以下关条约、下关条约、马关条约全名要记得，不是马关 Treaty， 没、哦、不是这样子、哦、不是这样、哦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全名的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旧金山和平条约。为什么讲和平？战争了后，你要追求的是和平。有人要一直战争无？像叙利亚安尼，逐天都崩，小可食一碗面尔，食有一碗饭，连你个爱米少些，爱要疏开，爱无无爱。所以战争完了后，一定爱啥签和平条约。会当卖签无？袂当诶，无签名啦，爱去继续战，战到当时国家灭亡为止。咱各位坐坐，你怎啊伫新德州、台北州，包括宜兰诶、嘉南诶学员同心，我相信你印象真深刻。中昼点半至两点有举办一个活动，叫做啥物？
万安演习。为什么要演习啊？为什么？不是以防战争的原因。再来呢，更加证明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区，伊毋是国家，嘛毋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伊只不过是流亡伫台北市的一个流亡的国家，伊是一个政权，但是毋是国家。伊要叫国家安怎？伊要返去伊原来起源地伫底，南京、南京城，迄是正讲中华民国的首都。伊伫1949年四月二三，因为政治因素，伊也唔走，会叫像灭掉，所以怕输走赢，走来哪？走来重庆。1949年四月二三，迄个时间点，蒋介石，伊甲伊个下骹遮个官员，其实迄时阵总统是啥？李宗仁，李宗仁。中华民国最后一任的正式的总统叫做李宗仁，在1949年的四月二三离开南京政府，流亡，走去成都，后来搁啥？走去美国。李宗仁有来台湾无？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后，又回去甲谁见面？周恩来见面，伊无来台湾呢。又来台湾就任无？敢会当伫遮就任讲啊？中华民国政府啊，怎啊来？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叫我来，所以我台湾这个所在，我会用台湾的土地建立新的国家，叫中华民国，可以吗？袂用的。初级班重点就是甲大家强调两个重点：第一，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第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为什么伊叫做流亡政府？我头有讲过，1949年四月二三，南京政府覆灭，国民党政府的办公室内底全部拢撤逃一空，上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一批解放南京，中华民国正式灭亡。即马台面上，即马人有人敢讲中华民国无？我去讲，为啥？诈骗集团。咧主管伊个单位是啥？美国在台协会，有听清楚无？啥物叫协会？妇女协会，计程车有一个妇女协会，有无？妇幼协会、协会啊，协会会用个管政府无？管国家无？袂当诶。所以，即马即个台面上诶。伊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民间组织，所以呢，伊去国外会当正式铺伫台面上无？袂用的，伊毋是政府嘛，毋是国家。哎，当心来，头前坐，遮遮伫遮，等你，等你来这边。哎，来，那郭将者，哎，新学员来这边坐，没关系。好 ，OK。你今天是第一次。第一次上课吗？有上过初级班无？有吼，OK， 好。咱上课爱注意听哦，吼。头下讲的重点，头下入来当心，咱复习一下。初级班咱上的两个重点：第一，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第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要安怎甲台湾、甲中华民国讨白个开？简单一句话，大家记有清楚。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伊不是台湾。哎，记得无？现实的一个观念，在印度达兰萨拉的一个所在，咱只歪头看一看，后边两面的海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旗中央遐，迄就是。西藏流亡政府，伊甲咱台湾民政府的代表见面的一个相片，哦，啊，面顶个叫啥？迄就是因
宗教信仰吼，比如讲伊拄着上师、上师，啊啥啥，现哈曼达吼，现曼达吼，迄白白诶物件吼，迄是宗教信仰，毋通甲一般诶讲人诶办婚丧喜庆做联想，迄无共款哦。我对宗教信仰诶，就是因迄个，迄边啊讲密乘诶。人讲个喇嘛吼，仁波切，无着上师也啥，现哈达曼曼达吼，就是圣迄、那个，迄就是一个敬意，迄就是啥，西藏流亡政府的对，印度的达兰萨拉，各位想看卖哦，伫印度的西藏的流亡政府，伊叫吐蕃 （Tibet）， 伊伫印度有成立国家无？伊刚刚有总理选举啊，印度的人为去参加西藏流亡政府的投票无？有无？有啊无？回答我一下好啊，有还是没有？没有，无。哦，流亡政府伊甲当地的人有共款无？印度人啊，流亡来外口来，简单甲你讲就好啊，厝头家的人姓陈。啊，咱去共租厝，咱敢厝头家内底的人，是无？安尼观念你就清楚啊。啊，厝头家内底因咧分财产，包括伊厝内底大大细细的代志，咱共租厝的人会用个亲门大户走来厝头家厝内底讲，我嘛要来分一分，会用个无？会用个无？流亡的中华民国，伊厝内底人咧冤家，你要走来内底插无？冰岛啊，民进党甲国民党甲诶啥时代力量车把柄啊，但人你嘛要入去哦，爱无？唔通，迄毋是咱的代志，咱是占领区去用占领诶被征服者，咱毋是战胜国，咱毋是战胜方，嘛毋是征服者。土地上，台湾这片土地上有两种人，征服者甲被征服者。阵线风甲比征服者，被战胜国、被占领国，哦，这观念爱分清楚。阵赢甲阵败，咱最主要的一个观念，咱爱承认失败，咱是阵败去用占领。这个、观念爱记得清楚，爱咱的认知爱了解。郝柏村伊就知影，咱拢是啥皇民，天皇的臣民叫做皇民。咱是毋是中国人？是毋是？毋是呢。2015年11月15日，伫台北市有举办一个10,000人的游行，起点伫底，伫孙文纪念馆，沿路行到底自由广场，有6个诉求：第一，日本是台湾的祖国；第二，美国是台湾的啦，占领国，哦，这拢总有六个这个诉求。我相信各位你伫时光走廊导览的时阵，拢有想过，你就复习一下，哦，真清楚。甲咱讲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立台湾的地位，哦，这也清楚。搁在啥啦？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才是台湾唯一的啥出路，是毋是？台湾独立？不是哦，台湾民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这要了解哈、哦。来，这两排英语看无对吧？来，顶头这叫啥？天皇主权下卡嘞，法理至上，英语简单两句。哦 ，OK。China。我相信各位，你有拿过护照无？来，我问一下，你手中有护照的右手？握拳。哦，谢谢，请放落来。护照面顶有写啥物 title？Republic of 啥 ？China。Republic of China， 这个 China 是代表啥？台湾。中国。China。健康应该翻译个啦，孙文伊所翻译个叫啥？支那 （China） 音是咪叫支那？哦，唔是讲中国啊，就中国
China 安怎翻嘛无成中国。哦 ，OK， China 台湾护照杜拜不给用 ，China 当时变台湾。所以这记者吼，包括这新闻媒体，这个观念还阁背袂清楚，伊拢要甲所有占领区的台湾人，甲呐，苦苦入去中国，带带倒去内底去，爱知哦。哦，所以这种陷阱哦，伫杜拜哦，杜拜伫底，世界上悬的建筑物，杜拜航空警察。伊怀疑，诶，海关啦吼，假护照，甲这摕护照的人甲困几天，几工，十二工。高雄一名林姓，伫2009年过境杜拜机场的时阵，突然之间去互警察抓落来啊，有奇怪哦。2009年，这时间点来想看卖，2009年4月7日，美国的联邦法院的巡回法官 Brown 伫案件08-50078内底，已经予咱全世界拢已经知影这五个结论：第一，本土单人无国籍；第二，本土单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本土单人至今伊生活伫啥政治联合中；第四，承认美国台湾即马是啥美国军事占领中；第五，呼吁美国各行政单位的啥？爱主动协助台湾民政府，就是原告。原告是啥？台湾民政府代表是谁？秘书长 Mr. Roger C.S. Lin。哦，初期帮我相信各位伫法诶啥正式的文件哦，美国司法部写好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的文件哦，你就看得到司法部哦 Department of。Justice 对美国的司法部有写哈，有写台湾 Civil Government title 的 Secretary General 秘书长是哪个地方的秘书长？台湾民政府哦，美国司法部已经正式文件都爱签好啊，所以啦，安就知哈，过来。2016年4月13日哈，有写哈，讲未清啦，手中。台湾护照是假的护照，各位知影这本护照安怎来无？国际航空组织新加坡把伊的代码借予即卖的 Chinese Taipei 使用，所以伊才有迄个晶片做一个啥护照。哦，这护照是毋是护照？不是，伊刚刚是一个啥旅行的证件呢？这样讲的护照是啥物叫护照？国家有主权，享有主权的，你才能够叫做护照。哦，啊，有听有无？啊，缅甸讲，哎，伊打中华民国，所以我缅甸甲打台湾讲贴纸甲打起去。啊，车联牌我无介意，我打台湾黑熊，可不可以啊？打砖甲打起，啊，我要改变，会用诶无？伪造书啊，说书讲。这大纸打起会当改变，安尼无简单咯、哦。啊，我来开一间专门做护照的大纸的工厂，那我就印这就好啊。我权力比世界联合国搁较大，我打起全世界拢爱承认，可不可以？不行，法律的文件白纸黑字唔通改变。哦，因为啥？安怎现来底下啥 ？Republic of China。哦，所以 China 啥？世界。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对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最近咧办的“一带一路”，习近平有无咧办的？我咧打课程的，甲大家讲吼。美国从台北5869的东岸，伫川西会同日解密。哦，蒋介石代表去用赶出联合国。哦，伫当时。1971年的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啥？2758号的决议文。伊甲联合国坐伫 China， 我头有甲大家讲迄个 China，China， 迄就是联合国主要的会员国。伫岛顶伊的名就是写 China， 所以一寡政治佬啊，
哦，拢会甲大家讲，以台湾的名义登去联合国，错。台湾毋捌加入过联合国，伊是军事占领区，主要的会员国叫啥物名 ？China。伫1971年10月25日之前，坐伫 China 迄位面顶的以上，蒋介石的代表，就是国民党政府、国民政府主席上林森，哦，蒋介石代表蒋介石2758号决议文，伊的英文版，各位你去看哦，伊面顶有写蒋介石、蒋介石，唔是写 Republic of China， 唔是。后来一下嘞 ，PRC 来代表去坐迄位，哦，叫人赶出去。哦，唔是汉贼不两立啊，哦，王爷不偏安 ，no， 迄种唔是迄个原因。中国支那因的上大的一个文化的特色，就是啥诈骗，家己编神啊，拢讲故事，你拢爱去验证。最近话有人一篇一篇去用翻出来啊，包青天有听过无？伫华西啊作家，伫一九啥？1990年诶款，迄阵啊拢有啥？包青天、新包青天、新新包青天，作家强要烂去啊！紧啊，紧落台，紧下档。包青天伫南伫宋。宋帝国一般拢讲宋朝，但是宋朝是毋是咱的朝代？是啊，毋是，毋是呢，迄毋是咱的朝代。宋帝国，无宋王国，一个叫宋，一个国家，但是啥？什么国家？毋知影。伊条一个内底叫做编一个人，叫做包青天。哦，逐项判罪查案，啊，迄条处咩？判伊啥物啥物虎头铡、狗头铡，全部拢伊一个人包办。各位，伫宋国的时阵，伊有完全的一个司法的系统，啊，分工合作，无即个包青天，嘛无啥物叫司衙、司爷有无？无即种职务，拢有去用验证出来。所以包青天是毋是真的？去用查出来，假的。因为什么？我们看人家戏剧，迄戏剧看，歌戏、布袋戏、演家呢，车把柄，你看久你的入去头壳内底，看久会变真的无？会啊，白贼讲一万遍，会变真的无？变真的，足恐怖的诈骗文化哦，所以全世界啊，受到这个文化，市民中国市民教材教出来啦，教诈骗集团。走去哪？肯亚，啊是毋是丁人？有送倒来台湾无？无，因为摕迄本，所以直接送去哪？送去中国去，送去支那，互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处理。哦，所以你摕护照啊，啥物证件，你啊重要一点，你身躯顶你有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无？有无？有没有？有的请举手。好、哦，谢谢，请上来。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啥？完全证明你是伫美国军事占领区住伫遮的人。哦，啊，包括伊个面顶右上角 class 是代表讲你提供的证件有法多证明无？你摕 TW 就代表讲你会当摕到爸爸。妈妈两方面会当追究到1945年到1972年之前，有台湾总督府的户籍的成本，出生年月号、庆印、名字、大正昭和，会当提出来。你爱叫做啊，占领区的住民 TW， 你也有去拦到的 PTW， 啊无咧，就包你看为对一个来叫做啥外国人。身份叫做啥？台湾居民。所以在台湾这片土地面顶，除了他讲的讲征服者、被征服者、占领方、被占领方，过来啥？日本台湾人加啥？外国人，
日本台湾人跟外国人两种，哦，爱分得清楚哦，哈。流亡中华民国的媒体，因拢叫家己啥，自我感觉良好，拢家己封家己叫台媒。明明属于流亡中华民国，你哪会叫台媒 ？Refugee，refugee 是啥意思？流亡的难民。民视，民视是毋是台湾媒体？是啊，毋是？来，我问一下，民视是台湾媒体的，请举手。你认为台湾那个民视是台湾媒体的，请举手。请放来，毋是的，请举手。请放来，毋知影请举手。谢谢，请放来。观念要清楚哦，民视伊伫伫个啥物架构之下？在什么法源的架构下，什么法源、法律的根本、管理的来源，在对，请你记下来，在流亡的中华民国宪法的系统里面，效忠流亡中华民国的媒体，台面上看的，你只要电视切得到的，通通效忠流亡中华民国。这样你有清楚吗？有没有效忠台湾？台湾是不是国家？它是军事占领区，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不是台湾。你要记清楚。所以你这两句话你有记起来，这些我讲的你有记起来。你看到这你就很清楚啊。你新闻你也要看，你会看新闻的，你也要看新闻啊。一看知道这是谁的事情，流亡中国的人的事情。台媒那是台媒，难民媒体啊，采访 WHA 遭到封杀，为啥用台媒？要甲恁救起来啊！恁明明就去用占领区的人民人较济，爱甲一差阿爸几百万人流亡的人，惊去用欺负，为啥？惊去用欺负，感觉到孤独寂寞，没有人支持。所以把你们占领区的人民通通拉过来，跟我们形成一股大的力量。这个就是中国难民最大的心灵的弱点，没人支持伊啊。所以这样，个爱南做伙悠悠过来，上好甲伊同款，拢叫做中国人，爱伊是那力量较大哦。所以要知道哦，联合国的发言人讲啥，媒体必须爱来自的。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什么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你必须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要联合国的会员国，甲摕护照、passport、身份证件同款，你要证明。啊，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为当会当入去？为什么？刚刚一开始就甲大家讲啊，台湾民政府是从属于一下敌对美国军事政府。我们是不是联合国会员国里面的人？是不是？这是美国，它是主要会员国，我们是它管的，我们持有它的证明的文件，证明的证件，这是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那是由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发行的。那有清楚不？所以当入去。今年的五月七三，我去看帮怎么请牙手。你有看台湾民政府官网，你有上去看的请举手。一个而已。各位你有上网站吗？台湾民政府的官网，有上官网的请举手。谢谢。OK， 来咱点官网大家看。我们另外开一页好了。好 ,OK。来看这里。往上翻。我们有那照片吗？好，来，五月三号了哈，就是那个拿那个身份证进联合国的照片。哦，回首页好了，回首页，哎，啊，这里，这样。来往上翻，看到
人啊多，100多人吼，百外人入去，大家拢摕啥？有看到无？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入，搁继续面顶看，往上往上，好，100多人吼，来继续，继续往上吼，来，这个就是进去的证件吼 ，visit public visit， 好来。你可以啊，来继续往上，底下好过来，有没有买到纪念品？有啊，哦，你要讲来对，给小贤来对摆设，好、哦，好不好？你皮啊，马克杯，2015年9月份，有一个蔡小姐有无？今年日内瓦，瑞士日内瓦和联合国总部，伊讲伊要买马克杯，马克杯伫遮，阮会当买啊。蔡小姐咪不能买啊？为什么？你摕 Republic China 绿色的护照，摕中华民国迄张，迄叫啥？身份证了？迄干身份证？识别证啦、啊，识别证的伊会当分啊。啊，你这是因家己人，啊，你是台湾人，啊，所以家己人福利较济，啊，台湾人无，你税爱个纳较济，感官平平纳税，但是啥，你的优惠没有，哦，人会当得到什么特殊礼遇，你就是没有，哦，伫身份证，伊迄张身份证变过来，妈妈妈妈的名边啊。你啊，蒙粗粗一排数字，迄内底呐，鸡丝藏伫仓库。哦，来，好，这往上，往上哈、哦，包包纪念品哈、哦，好 ，OK， 这是啥？这铅笔诶，哦，大家有注意看哦，这是缅甸有一个橡皮擦，哦，这几排哈、哦、，OK， 好，我们看到这里就好，我们回到 PowerPoint， 这是结账的所在、哦、，OK。依据一个中国的原则，法律行事哈、哦。我国对一个叫我国，什么叫我国？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叫做我，有没有？有没有？美国叫做美国，哦，英国的英国，啊，有一个国家叫我国，哦，我国没有了哈。哦极可能无法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即将于5月22日召开世界卫生大会 WHA、哦、向联合国欧洲总部申请采访也遭拒哦，这样拒绝了，那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啊。蒋介石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文出来赶走。唔是啊，啊，所以你袂当入去拄好呢啊！哦，难民的媒体，吼、哦，来，好、哦，全部拢入去哈。第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的 ID 卡再次进入参访。我相信初级班各位同学拢看过《苹果日报》有无？代表流亡中华民国，摕因的所谓的护照，甲身份证，马上去警卫啊，甲冻起来。你袂当入去啊！伊个阿变啊，讲2014，我记得2014年有进去，无可能诶、啊！记者有时阵咧问咧讲话啦，用试探诶，看这警卫啊对家己诶工作内容有清楚无？讲无啊！哦，这访问内容，我相信初级班大家有看影片就知，咱就清楚。2015年10月份，哦，咱咧两个同心啦入去啊，摕到台湾民政府晶片身份证。进去联合国总部，哦，可以得啥？买到领带夹、金丝，哦。国际战争法下卡台湾民政府专名嘞，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是啥？这是啥？有没有不认识的？这是谁啊？大声一点。也用艺名嘞 ，Roger C. S. Lin。名叫 Roger， 会晓拼无 ？R O G E R， 会晓无？
会晓食起来。这就是台湾民政府的组织架构吼。美国军事政府 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上官吼，过来啥？国安参谋联席会，过来啥？台湾民政府，我们一个中央一个单位组织吼。哎，这些官网都有啊，你看。一个家己的阿嬷会晓画图呢，迄受日本教育，人讲受日本教育呢。阿嬷有几找几个阿嬷有法度画图，啊，你想你就知啊。伫台湾，台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伫日本天皇按照万国公法实施，包括伫1945年4月7日，甲台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伫台湾。哦，每一个单人，你看一个代表的啊，这阿嬷会晓画图呢。中现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想轰炸台湾，谁轰炸台湾？日本轰炸台湾，对还错？错，还是中国人？是重庆，当然去日本轰炸，但是这所在想看卖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台湾是送的，送伫只管理的啊！我讲清楚，是送伫只管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啊，日本帝国的台湾总督府啊，讲清楚。哦，你讲日本政府的啦，甲即卖安倍政府的南州会哦，哎不，帝国政府跟现在日本政府有没有架构？没有一样，不一样，初级班。上的可能那是较入门的，高级班刚说要伫遮要甲你讲错哦。即卖日本政府甲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的日本政府无共款的所在伫对，伫对。宪法，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第四条跟第九条，第四条是天皇是代表国家最高的领导人。他有啥宣战的权利？哦，第四条跟第九条的内容。哦啊，第九条咧，原本日本帝国的军队会直接开战，但是嘛，后来二战之后，麦克阿瑟把它修改了，变成什么？只能防卫，不能主动攻击。哎，听有无？听有无？我讲一摆，日本帝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起天皇过来啥？台湾总督对啥？总督府无得内阁总理大臣，哦，那就是帝国政府的架构，就是天皇落来啥？伊无啊多一个人管遐大的土地，对不对？北方四岛，哦，北海道、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独岛，哦，主岛，过来啥 ？Okinawa、台湾、澎湖。加啥？新南群岛就是南海，伊一个人敢有法度管哪块？天皇一个人有法度无？无法度，伊必须爱啥？授权交个啥？伊所信任的帝国政府。哦，咱就知影就是啥？对，你过会记得无？过会你有看过花篮无？有看过板上之云无？这内底。影片的内容，你就会当去了解到。这影片你当会怎样伫对伫网络上找到？哦，这本身陆奥中光是管啥？管财务的。哦，所以这个咱爱啥？小可了解一下，唔好想讲这日本个性唔是咱的，所以无要读。日本才是咱的。咱的行为是啥？咱的行为是啥？中国人。无讲话拢是中国人哦，咱是啥物身份？日本天皇的臣民、皇民，我们是皇民哦。二次世界大战，美军轰炸台湾吼，86岁呢，我看哦，86岁，阿妈叫啥物名？李黄雪娥哦，系查某囝送伊的画架甲油画。诶，染料有法多画呢，梳开，哦，梳开就会疏散哈、哦。你
阿弥讲，第五月十四，今仔几号？五月十九，几工前？哦 ，H 的高级班，2017年5月19号开课。你要想一下，高级行政参议班挂职前训练。哦，五月十四。哦，自1978年开始，修第一期的陆军哦陆军官校专科班。为啥1978年？你有感觉足奇怪哦？1978年有足敏感的无？台湾关系法会记无？台湾关系法是为对一年开始，1979年1月1日，伊是1979年4月份由美国的国会三读通过，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啥？美国的国内法。所以1978年开始，为啥伊要开始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哦，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中，就是蒋介石代表，伊摕金门马祖，美国咧摕台湾澎湖，两边做啥交换，互相来过台湾平湖、金门马祖。哦，所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迄时阵伫1979年1月1日之前，哦，这个、时间点，对啊，开始有陆军官校的专科班，为啥要开始？要为着台湾关系法均授给流亡中华民国当局做准备，所以开始专科班有啥炮校有没有大炮的啊？吓，无线电的化兵、化学兵，大家有做过兵的了解吼？化学兵爱戴防毒面具，爱挂几分钟清洁的啊，挂防毒面具，各位。哎，记得占领区的人民不应该做兵，占领区的人民不应该当兵。当谁的兵？占领方的兵。咱去用军服，去用军事政务占领，咱这军事占领区，咱是本土单人，日本单人是战败国，会用去做战胜国的阿兵无？会用的无？可不可以？不行啊！违反战争法哦，哦，修禁将装设置文字删除，无啊啦哈，走入历史。各节啥后勤后备什么后勤指挥部，前几年嘛是啥出小掉去啊，哦。依照国际法律，台湾土地面顶有两种人：中国台湾人，国籍是中国。伊流亡伫台湾的人，叫做中国台湾人，就是中国台湾居民。正确应该是安尼讲，伊的国籍是中国，因为伊的身份是流亡的，所以伫台湾的所在叫啥？台湾居民。吼、哦，占领地被占领者叫做日本台湾人，日本天皇代表啥？大日本帝国。日本帝国有没有灭亡？有没有？日本帝国有灭亡无？来，我问大家，你的观念内底，大家目睭开开，眼睛闭起来，大家眼睛闭起来，目睭拍开大，巴肚疼哦。好，来，目睭开开。好，阿江叔，甲你问，日本帝国已经灭亡的，请举手。还佫伫地，请举手。唔知影，请举手。好，谢谢。好，目睭闭开。头先我有看到吼，你举手的同学有人读，目睭偷偷啊闭开来看。唔通安尼吼，咱大家啊爱诚实。现在目前这世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要诚实哦，诚实是最好的真的。你会当凊彩无听话、无做，拢不要紧，但是你只要说谎话。全世界都没有人相信你，西方欧美文化嘛，赶快，诚实是最大的政策。哦 ，The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哦，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得清楚，记在脑海里底，要诚实、诚实、正直。哦，过来是啥？授权的观念，咱的权利为对来面顶，请你要记得各位你今仔上课的东西观念要记得清楚哦。不是说、欸、民主社会，所以占领区人民最大，对吗？不对，
占领区的人民最大，这句话对的请举手，不对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谢谢，请放下。军事占领，军事占领，什么叫军事占领？阵线国，伊用军队、用武力，家己征服了后，家己移嘞，谁较大？移嘞的人较大，还是强移的较大？谁有权力？占领者、征服者权力比较大，还是被压制、被征服、战败的人最大？这样有没有听清楚？有听清楚哦？阵线国征服者有上大的权力。伊受权，因为甲咱拍败啊嘛，咱是日本天皇的皇民，皇民，咱拍败，咱战败啊，咱处处爱啥，爱听人的话，听啥的话，征服者美国，又受权，咱才会用来做，安怎哦？即使讲无战争，咱的权力同款是伫顶头，像。日本天皇健康哦，这观念有出来啊哦，观念有出来哦。日本帝国不是民主的国家，请你要记住是什么国家？君主立宪的国家，国体国体无变，改变是啥？政体，什么叫政体？统治的这个形态改变啊，听有无？听有哦，即卖日本政府也好。台湾民政府也好，这个政府的统治管理的形式，就是管理权交由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管理，甲战争前无同款。即摆日本政府是啥？同款是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天皇是啥？荣誉的效忠。甲战争前无共，战争前啥？绝对效忠，因为啥？伊就是国家主权的代表。日本天皇就是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就是爱找上日本天皇，听有吼？所以下关条约签约的开头，清帝国国家上权的人是上大清帝国大皇帝，日本帝国的。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皇帝甲皇帝，国家上权、效忠甲主权的代表人，就是啥？国家法人。清帝国就是皇帝，日本天皇诶，日本帝国最高的效忠跟主权所有者的代表。听有吼？即摆天皇叫啥物名？平成天皇。哦，咱唔通直接叫名，名人无礼貌。你像讲咱每一个人当喺厝诶，比如阿咱诶爸爸叫阿明啊，咱会用门开开哦，阿明啊，啊你叫阿英啊吼，阿英啊是爸爸诶太太，就是爸爸妈妈会用直接叫名。阿明啊甲阿英啊叫叫诶，咱当来食饭会用诶无？做事实会当安尼讲无？可不可以？没礼貌，哦，无礼貌。无啦，咱心中无迄种个啦观念。哦，像法律为解，主权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吼、哦，个人啊，国际条约，个人上加在个啥，每一国个宪法。哦，即法律为解，我相信各位恁大部分拢无上第一节课，佮家己复习者。哦，法律为解，自然法则最高，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有人有法度撇免无？讲我要终生不老，所以我食迄物件就出事，拢永远拢袂过往，有无？无法度。上帝甲你安排、甲你制造物件会出来，就会歹去，你无法度改变。这个自然法则、自然法则，过来是经济自然法则，和全世界共同遵守。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哦，就是本来神圣不得分割的领土，
已经确立主权啊，未当分割。什么土地、什么性质的土地才会用来分割？是民地、殖民地，加啥拓殖地？哦，这是1830年这个拿破仑席卷欧洲了后，这个时间点之后，这种阵营占到就是伊的这个观念都无去啊，所以这个观念要了解哦。哦，占地为王观念行不通啊。哦，中华民国讲，我就占你啊，所以台湾阮的啊，所以伫台湾实施戒严，实施中华民国宪法，理所当然。对还错？错。他可以来台湾，是因为美国的让他进来，但是他有没有承认台湾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从来没有。哦，这新台湾论里面上册跟下册，各位新台湾论你一定爱去好好啊看。哦，没有讲诶，迄个报名诶所在，甲你本几本啊讲义，安尼就好啊，无够。哦，搁来啥？各位，你手中提红色迄本《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包括《议事法》哦，《台湾基本法》第一条哦，即个内容，各位，咱高级班上到这个程度，你爱记得哦。我头下讲的观念，你也有清楚哦。咱原来的国家就是大日本帝国 （Emperor of Japan）， 国家的代表是啥？天皇。咱永远爱效忠心内。爱藏着迄个人，毋是安那达，毋是心爱的，嘛毋是爸母，这是足思想的代志。生成咱爸母甲心爱的，当然心内底，但是比因的阶级搁较悬的是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啊，无伊土地所有权，咱要找啥？找无啊？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人，包括人，所有的占领地人民，日本人拢爱效忠日本天皇，唔通袂记一件代，这两件代志，永远唔通放袂记咧效忠日本天皇，效忠日本天皇，我们永远要记得。第二，咱本身的命分，我们就是日本台湾人，我们不是中国台湾人。讲个清楚，我是日本台湾人，而且爱骄傲讲，咱知啊，咱用着日本的产品有好无？品质有高无？真耐用，足好个。你要用中国人的产品无？即马中国你去内底有物件会食个无？食油就好啊，地沟油敢吃的请举手。地沟油有没有人敢吃？对哇？啊，伊内底空气会输个无？伊要内底拢爱炸啥？嘴暗，啥物叫嘴暗？口罩啦，足侪人听无啊？哦，嘴暗，口罩哦。郑姓国叫啥？华人，那是啥？本土党人。郑拜国，但是郑拜国支那，那是皇民后裔，本岛人，本岛人，中国难民。福摩沙 Formosan， 这个唔通阁讲啊吼，各位国家拢无同款，你讲啥物外省人？伫大日本帝国天皇所保有所有权的土地面顶，这个省代表政府单位，你还会记得？你打的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面顶这个省是政府单位，叫做省。来，我等下头前个几页，你家看，有看无？资讯传播省、国土建设省、国土安全省、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文化省、环境省，省伫底？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的台湾，省是政府单位哦。你若讲外省人，你会叫人笑死的哦。你就是中国人，你才会讲外省人哦。省是政府单位哦，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哦。你是安徽省，我是山西省，所以你对我来讲你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同样是安徽省的人，就是跟我是同省，叫本省人。你是不是安徽省人啊？还是福建、广东？
迄拢毋是咱的。咱咧讲的闽南话、客家话、汉语，我们讲人家的语言，代不代表我们的国籍、我们的来源是那里？有代表无？有代表无？无代表哦。各位，你想看卖啊就好啊。刚说好一个概念，全世界拢讲英语，请问全世界拢英国人吗？是不是？全世界都讲英文 ，English， 所以全世界人都是英国人，对还错？错。所有人都讲华语，所以通通都是中国人。所以有一句话叫“四海都有中国人”，还好笑啊。川普也要讲“大家好”，哎，川普伊就是中国人，对还错？错。你爱观念去清就好啊。头壳内底足侪毒素，天皇的主权爱记好清楚。日本天皇经济下关条约、马关条约保有台湾的所有权。所以主权伫上呀 ，sovereignty 伫天皇呀，哦，占哪只？甲美国同款，因呐支那中国国民党甲美国是同盟国，记得清楚哦，同盟国占哪只？比占哪只？哦，这里战争法里面，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代表旗，那个是什么？台湾民政府代表旗，记得清楚哦，唔通阁讲台湾民政府国旗哦，安尼你代表你无来上课、哦。台湾民政府代表旗，不要讲国旗，我们大概用美国国旗、美国军事政府国旗、日本国旗，然后台湾民政府国旗，错，你讲错了，代表你的水准，你有没有受到法理的洗礼？法律有入去你的心内底无？听你讲话就知啊！哦，所以清楚哦。哦，美国国旗代表美国总统，美国国旗代表日本天皇，日本国旗代表占领方美国军事政府，代表被占领方由占领区住民所成立的台湾民政府，全名叫啥？台湾平和列岛美国民政府，因为美国是军。美国军事政府的架构下，美国民政府，哦、台湾澎湖列岛是占领区的范围，美国民政府专名，有记起来无？重要哦，OK， 这两种人拢叫做台湾人，所以你讲台湾人两边拢有，但是你讲得清楚，我是日本台湾人，中国人敢食你豆腐无？唔敢。伊无可能叫你称呼讲你是中国日本台湾人，咱本身的民分，咱的身份会当讲认同无？我认同英国，所以我是英国人；我认同加拿大，加拿大我很喜欢，所以我对外面我可以讲我是加拿大人，可不可以？不行，你要提你的证明出来，提白纸黑字的证明，证明讲你确实是加拿大的人，你是英国的。你要拿出 nationality， 拿出你的国籍身份证明、身份的证明，白纸黑字才有准绳哦。哦，嘛唔通讲日本台湾人，你明明你是日本台湾人，讲我是人，你说谎。哦，有看到无？这个人在2011年10月份去美国。五角大厦的会客室接受美国智库跟美国相当国家安全单位的人面谈，干问讲中华民国是什么样的？伊讲是流亡政府，因为就华裔，美国真华裔。结果回来伫高雄的劳工中心，作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流亡政府，是也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西翘翘，2012年呢，台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流亡中华民国的领导人选举，2012年选举出来，谁赢？马英九，因为这所在都弄错，哦，为什么弄错？故意弄错，伊就要写这本书，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还有现在选举的时阵讲，
伊是台湾政府。哦，因为流亡中华民国，流亡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效忠流亡中华民国宪法，所以他的党纲第一条，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上下来，林浊水下来，哦，所以知哈，伊就知啊，有啥昧着良心讲话，想看卖哈。美国卡尔文森航空母舰无限期留在朝鲜半岛，哦，当时的新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伫东京五月十六个新闻哈，无限期，为啥无限期？韩国可不可以叫韩国的人会用叫美国的航空母舰讲你回去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不行哦，你爱给了哦。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发生之前，北方四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独岛，包括朝鲜半岛，是属于什么范围？大日本帝国的范围。所以韩国现在没有进入国家正常化，还没有，他只是说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纬度以南叫韩国，以北叫做朝鲜，他也还没正常化。他正常化是应该两个，哦，朝鲜半岛整个成立一个国家，哦，不是分裂，哦，以朝鲜部分较像啥军事政府，像军事独裁的政权哦，有哦，啥咪拢一军事第一。南部诶，各位知影普京会落台无？唔知影，请举手。知影举手，谢谢。我小改借问一下，即马韩国新的领导人叫什么名字？文在寅，赞，大家有关心哦。安尼，这个都是台湾民政府的同心，爱关心啥？国际的群势，吼、哦，唔是讲关心么？迄上过往去啊，啊，因早惊为国外回来，是他家的事情，跟占领区人民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中国人啊，一出生在高雄啊，但是他真的是台湾人吗？请拿出证明来啊，特别出来嘛。所以我就该归类做啥？中国人，哦 ，OK， 知道吧？五月十八，下晡点半到两点，美国军事占领区的万安演习，而不是中华民国什么县、什么市万安演习。台湾这个所在想主导，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的 A 款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所以美国军事占领区的万安演习，是吧？内政部警政署，一个发简讯呢，啊，这简讯搁一个特色吼，搁挂警报。所以张刚叔，我刚刚我手机那会出现一个怪声，那种像像人迄个锁开要放迄个防空警报嘛。很奇怪，手机哪会响个声？到现在看到这個，我截图起来，大家看哈。OK， 伊根据啥？因讲的有一个叫做民防法哦。其实，因伫1945年的10月25号，其实迄时阵的中华民国东局伫台湾有成立军事政府甲民政府。军事政府是对一个单位。警备总部，哦，再来对一个单位，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警备总部诶，警备总司令部全名叫啥？台湾澎湖列岛中国军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全名呢？台湾澎湖列岛中国民政府，即军政府跟民政府，但是伊使用的名。无正式吼，叫做警备总司令部，这叫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后来2018发生了后，改做啥？台湾省政府。所以台湾省政府当时李登辉先生伊要啥？要甲废掉？美国讲 no， 未用诶。为啥台湾省政府不可以灭？不可以废掉？因为它就是代表台湾民政府，
你对中心新村哦，台湾省政府可以灭，可以废掉，没用的哦。哦，也代表美国军事政府的一个架构哦，可以理解哈。有一个人哈，伊甲警察问：什么年代的还防空演习？警察甲问一，甲讲一个，做点点，伊讲。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伫一只美国军事占领区，谁会当保证未战争？台湾是虾米状态？啊，搁伫战争的状态哦，请你记哦清楚哦。所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大家要清楚。爱啥？追求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即马就是无正常。所以咱家己有法度讲。占领区的住民成立的台湾民政府完全甲接起来管辖权无？还没有啊？还有了解无？哦，伫遮吼，战争侪伫遮吼。中国国民党伊即马所有的东山，是伫1945年10月25日了后，伊来台湾，伊甲所有伫台湾的日本帝国的国产。甲人民的财产，拢收刮做啥？中国国民党的东山甲私人的财产。有名的一个人，世界富豪排行榜有一个人上起来，各位你又看卖是啥？连战，连战是世界富豪排有名的呢。请问钱从哪里来？警卫队来。连振东的空手带着遐个乞食兵来，脚穿草鞋，排东鼎，啊！你有法度来变富豪，钱位底来？接收啊，唔是接收哦，是接收，抢劫的劫，唔是接收的接，接收甲接收无同款。你听听我讲的这個，你听迄个音，你就知啊。接收甲接收。抢劫来的，甲接来无同款。接收的遗产属于啥？国产？对一个国？中华民国吗 ？No。接收的遗产是大日本帝国的国产，唔是中华民国的国产。爱清楚哦。哦，这篇文章爱要看哦。伊这写来底写的人，你爱看好清楚。唔是讲啊，要怎？在流亡中华民国的这个范围内底，哦，你嘛中国国民党伊的东山，所以爱甲处分变作中华民国的国产，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可以。迄毋是伊的哦，不是他的哦。日本帝国的国产是谁的？回到所有权的观念。日本天皇的财产，听有吼？哎，大哥，你有足清楚啊？日本天皇的，哦，战争多爱赔偿无？爱赔啊！于法有据，什么法？战争法。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有写批甲。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要求啥？拨发日产公文伫遮。哦，这张也是咱的副总理，明仔载应该有伊的课吼。哦，吴雨木，哦，吴讲师，大家有听伊的课无？有听过牙手？美丽台湾将在线，有无？有听过伊的课，请牙手我看卖下者。谢谢，请红了哎，哦，世纪争霸战有听过无？有啦吼、哦、，OK。那、啊、又听讲讲师有没有听他的课？我虽然在讲课，但是每节讲师讲的课，我拢会去点来看，因为啊，我还在学习当中。我不会说因为我讲课，所以我停止学习，不会，因为我是法理台湾人，我不断的学习，为了什么？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好不好？把自己鼓掌一下。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江叔刚刚说，
咱台湾五芒出来哦，哦，不是讲为着什么才来，不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就五芒每一个人，还有一个法律的概念，法理至上，天皇的主权哦。中国为什么要夺取闽西？一开始江苏为家己讲，闽西以上的流亡难民的媒体，流亡中华民国的媒体，不管伊的钱位对来，吼、哦、啊，大家拢三到五银客关关了，当时迄个啥蔡东营，我去建立闽西。钱虽然大家来，但是啥建立的媒体，伊的组织架构，效忠上流亡中华民国，流亡的中华民国，伊的宗主国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国生成，伊就要把民视提起啊！你看这闽清就知啊，各位，你看得出来哦？他是不是日本台湾人？是的，请举手；不是的，请举手。请红来，各位你真厉害哦！是咪家己人？你甲看下闽清就知啊？是不是黄闽啊？不是哎、欸，哦。你看那边就知啊，像咱去台北市，伊这些流亡的中国人一看就知，看到我直接讲台语，安、啊、有明显无？很明显的，我看唔是中国人诶，因为面相安怎看无像中国人，因为咱的 DNA 无同，哦。来，咱看这闽西的这 YouTube 的影片吼，也都讲到这个台湾民政府的部分。哪放我哪甲大家做说明，啊！你啊，规个规个听听的，讲媒体做的拢对的，马上你中毒哦！来，慢慢点放，哎，不，那个刚刚那个，这个好。台湾民政府选择切割红素猪的言行，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台湾民政府第一次引发争议。台湾民政府自称美国拥有台湾的管辖权，还自行核发身份证跟车牌，号称拥有40,000名成员。有立委就估计了台湾民政府的收益超过1,800,000万，质疑根本是诈欺敛财。元旦中华民国总统有文告，台湾民政府也有。2016你看缅甸，各位，台湾民政府是不是自己发行身份证啊？哪个单位发行的？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也就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哦，你这抬头的不对啊，所以这对待闽西啊，闽西的记者，你如果看他讲师的直播，请你来上课。哦，你没有上课，我只好在这里笑你。你没有你啊。没有知道叫做无知，哦，你什么自发身份证 ？No， 我们有授权。秘书长在2011年的12月31号接受媒体访问，已经直接讲了，已经美国军事政府已经授权台湾民政府发行台湾公民身份证。各位影片，大家伫官网都看得到啊。哦 ，OK， 我只是跟秘书长讲的，原文不动的，在陈述重述哦，大家听，还有了解哦。好，来继续。1月1日，台湾民政府元旦文告。总部位于桃园龟山的台湾民政府，门口警卫身穿制服，戒备森严，对外界来说神秘的组织，自己还设有。什么叫神秘的组织？是恁媒体不爱甲咱报啊？讲媒体自由，屁啦！你放屁，骗我巴肚疼。民事记者，你肚子痛，你骗我。什么叫神秘组织？咱的公开的网站资料，自2008年2月7日开始，至今网路公开，资讯一切公开。美国当时甲秘书长讲，咱所有资讯拢公开，网站拢公开，文章、论述同款。咱到黄叶叶炸来炸去，不要你知影，不要你看，有无？无啊！咱去对去日本天皇祝寿团、靖国神社参拜，
全部拢有啊，影片拢有啊，上课影片互你看，互你自己看，看甲电脑烧起搁咧播。影片会不会卡带？不会，你只要有网络，你都可以看。24点钟，你看甲你困起拢不要紧，你隔天醒起来，台湾民政府影片还在演讲，有没有这个经验？就这样，我用心来讲，因为讲师我怎么醒来，影片还在讲。讲课，我讲诶，你都是按到循环播放，所以每一节课你讲困中，你搁咧听课，哦，诶，真好哦，好，来来继续。国务院总理统辖宜兰、台北、新竹、台中、台南。民事顺便啊，透过这个方式，把台湾民政府公告，来听好无？伊说，因为啥？我相信记者有讲未出来苦衷啦。他不能正式帮我们广告，他知道我们是合法的，不是违法的流亡政府。哦，宜兰州、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各位我问一下，在座你是宜兰州的请举手，台北州的请举手，请放下来，新竹州，好，请放下，台中州，我知道你这，哦，来，谢谢，台南州，哦，来，高雄州的OK， 谢谢，请放下来。高雄真热吼。OK， 来继续。高雄六个州，他们主张美国对台湾有占领权，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军政府授权成立，已经有停。OK， 有无？我帮咱公告无？上面资讯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我们看一下，来检查。咱初级班上过啊，新台湾论的读五色来检查媒体的资讯对啊唔对？这就是高级班。咱法律常识搁提升，叫做高级班，我们要开始检查有没有对。来，台湾民政府主张美国总统有台湾占领权，对还错？对，美国军事政府授权成立，对。好，过来，40,000人申请身份证，对，不是宣称哦，确实，不使用暴力武力促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占领。对还错？对，你对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哦，来，咱看这个哈，这是代表亚洲黄种人，个台湾，这是什么 logo？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 logo， 红色代表什么意思？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记清楚哦，不是讲台湾是日本的哦，对一半。等于你无来上课，你有来上课，还讲清楚啊！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哎，有记起来无？啊，这白色的六个星是啥意思？六个州哦，这六个州嘛，1,2,3,4,5,6，哦，为北边开始，宜兰州、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是不是六个州？对。北到南，吼、哦，甲你问一下，澎湖是对一州？澎湖是哪一州？来，眼睛闭起来，不要讲，我用问的，我看你有没有用心。澎湖是哪一州？是台南州的，请举手，请放下。高雄州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各位，澎湖县，今麦澎湖县，眼睛可以张开来了。现在的澎湖县。是高雄州，回去要好好用心了哦。哪些地方属于哪些州？我甲你问，今麦苗栗是台中州的，请举手。现在的苗栗是台中州的，请举手。新竹州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OK， 加红来。苗栗县，今麦苗栗县是新竹州的。好 ，OK， 大家记得哦。新南群岛是哪一州的？不要讲，是台南州的，请举手。高雄州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加红来，请放下。新台湾论，请你要看好新南群岛的法理。有关于新南群岛，你要看好清楚。当时日本政府还是总督府有发文告 announce，
吼、哦、西沙、南沙吼、哦，这当时有公告，吼、哦，你该看清楚，新南群岛对一周的高雄州，记好哦，好、哦、，OK， 好。继续，有四万人加入，官员高达3700人。Though I'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台湾民政府有国歌，还自行合发。大家有听到一句话无？记者讲啥？台湾民政府有国歌，对的请举手。错的请举手，请放下。我们告诉记者，上面写什么？台湾民政府，念出来，临时代表歌。记者，你看有无？有读书无？无读书，搁做记者，无怪妈妈爸爸咧笑讲，不好好读书去当记者。明明就该白抓一下临时代表歌。什么时候变国歌啊？哦，来继续。身份证，台湾政府啊，身份证这个标志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标志。台湾民政府核发的身份证分三类，代号 TW 的身份证只发给父母是日治时代的后裔，拥有参政权；第二种台湾准公民身份证发给父母一方是日治时代后裔；最后一种台湾居民身份证。停，来，你在给我们介绍哈，我看到哈，这是官网的资料 ，TW 你会当摕到，爱给的哦。电视媒体在报的记者，他是什么身份？流亡的中国难民。媒体是哪一个？是台湾人的吗？他是中国台湾人，也就是流亡中国人成立的媒体，所以他会称呼什么？日治。各位，咱是什么人？日本天皇的皇民，咱的国家的名称叫啥？大日本帝国。所以叫啥？拿得出父母双方台湾总督府的户籍誊本，听有无？不是日治时代哦，这是中国人咧讲的哦，立场。哎，下课才问咱大家。咱时间要借会用无？各位，头仔你有上课，咱阁会用来讲外省无？稍等，来下课再讲。各位，咱会用阁讲外省无？省伫对一个所在，政府单位，啊有入去你头家内底无？你爱，咱爱了解，咱虽然咱有一半是中国人，流亡中国人无要紧。咱爱了解，咱爱效忠日本天皇，遵守法律。这个时间点开始，咱后摆有啥？有规划期，你可以重新接受教育，成为什么？慢慢的变成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哦。我知，但是你耽误大家上课的时间，爱知无？好，来下课再讲吼。来，第二 ，PTW 就是台湾准公民，但是伊没有参政权哦，因为甲一半尔。爸爸妈妈有一边是台湾总督府或者天本提出来的后代。哦，你当然可能会当提出爸爸，无就提出妈妈，咱两边拢有一边提袂出来。哦 ，PTW， 过来咧 ，CE 是啥意思 ？Chinese exiled CE 中国难民。哦，一个啥？台湾居民身份证没有参政权，要啥？参加规划。哦，所以流亡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哦，跟后裔，哦。不是国民政府，这是因家己讲啊。哦，国，家己注意看哦。
国民政府、民进党政府、时代力量政府，爱听有无？听有无？这是因家己咧讲诶。随着流亡中华民国来台湾的人，这是我们要讲的。哦，你要给看媒体啊，自动翻译，依做啥基础？法理做基础。哦，来继续。身份证则是发给随着流亡国民政府来台的人，后面两种都没有参政权，身份证发放充满省级歧视。来停，你讲啥？省级存在在什么地？存在在哪一个国家？中国才有省级，对不对？流亡的中国人叫省级，安徽省歧视江西省。山西省跟陕西省对抗，这个叫省级意识。你来到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台湾，美国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台湾的军事占领区，哪里来的省级意识？只有国籍的不同。属于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跟为外靠来来自各国，包括中国难民的外国人。就这两种人而已，哪里来的省级意识？什么叫省级意识？民是家己在讲的啦，中国人自己在讲中国人的事情，我们要不要认真啊？认真你就输了。你要听，会记得一句话哦，伊在报你伤认真，听伊的话，你就输去啊，输啥？输咱的身份，输咱的法律的思想甲概念。咱法律的认知要强烈，要了解，要固定，唔通叫媒体甲你牵咧行，听有无？有听有无？哦 ，OK， 来继续。主导者言论都偏激。中国人来以后，台湾的素质拢歹去啊！来听。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近代化建设台湾，生活水准有关无？当时开始吃韩之签，就是这些流亡中国人来台湾了后，因怕国共内战，本来每一个人拢穿西装、西米露、戴帽啊，戴个西装帽，迄人个讲新式的帽啊，穿皮鞋，中国人也未来哦，流亡中国人也未来哦，也未战争哦，每一个人拢上高等的教育。你看一个家爷阿妈会画图呢，流亡的中国人蒋介石带着伊的去吃兵来台湾了，会吃会用诶，人讲拢食食食到剩清腿，迄句话你听有无？迄流亡，啥物拢会当用北伐去，拢去拍伊国共内战，咱诶放互死，占领区的人民，伊违反战争法呢？战争法是啥？要保护占领区人民生活的平安幸福、财产的安全，结果把咱北捷拢摕去拍国共内战，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战争，占领区人民枵死的、饿死的，偌济人？你想看卖？有遵守国际战争法无？无。食韩之签嘛？就是因来才吃韩之签。我相信各位，你伫初级班的时阵，有上到解读、解读潘江书甲你讲，伊的阿嬷即马阁真健在，又甲讲啊，啊，到国民党政府来，阮才开始吃韩之签啊。当时战争的时阵，日本帝国战争的时阵，为什么吃较少？当然有物件同款，有啥鱼啊、肉拢啊，用配给的。因为啥？战争的时阵，食物的管制爱管控，但是还不至于要吃韩之签。是中国国民党蒋介石这些人，流亡中国人，流亡的中国军队来到台湾了后，生活才变歹去的，大家才开始吃韩之签，穿衫缝缝补补。这观念爱知吼，秘书长讲的正确，正不正确？非常正确，来继续。中国人迄套讲白贼、碰风、夸大，台湾人有够有够交对。来听，
中国人讲白贼夸大，有学甲足像个哦，有学甲足焦对个，有无？你啊看怎啊街路遐，学做流氓，学做诈骗集团，学做变身啊，学做金光党，组织帮派，啥物角头一电影翕落，角头二阁继续翕，有看迄镜头无？伫台北市林森北路。现场人的车车水马龙，车的走来走去，伫遐拍电影，放遐枪声，砰砰砰。唔知道人叫是讲真正真枪战啊，乌道咧火拼啊，结果是啥？咧拍电影。社会风气会当安尼放遮个电影，放娃娃安尼，甲咱遮个占领区人民头壳，包括教歹咱个囡仔是谁？你允准无？你允不允许这样发生？角头一、角头二这种罗马电影，你要不要让他继续演？卖去看。讲实在，教歹囡仔大细，咱着囡仔着强要教袂乖啊，挑剔放这种罗马影片，穿牙牙啊单，向单会让计程车司机，甲停车一个纠纷尔，乌道的穿牙牙单单，安尼起来做电影，甲咱陷入。政治联合，这一定足可恶呀！甲咱剥削七十外冬，即马阁要害咱后一代继续愈来愈惨，愈来愈害。你稳准无？会当阁放娃娃？我不爱插政治，哎呦，要插无？爱插政治？啥物叫政治？管理政人的代志叫政治。你有纳水电无？有纳水钱无？手机？使用完你有去立钱无？这就是政治。你有去菜市啊买菜无？拢有啊。这个就是政治。你若讲不管政治，你是昧着良心讲谎话，就像秘书长他讲的，学中国人迄种变神啊骗人的，学甲足焦对的，口是心非啊。明明你就是在做政治的代志，嘴在咧讲我不管政治，是毋是在骗人？骗人。哦，这来这一个哦，来影片继续看。台湾已经这个文化，和中国人污染甲足严重啊。停，对啊，唔对，你家想看麦，有污染足严重。我头讲迄电影就好啊，你看迄影片，包括怎啊电视会看的无？你都会烦恼，囡仔伫遐饲细，几岁囡仔看的，今仔就去污染去啊。来继续。加入台湾民政府得花1500元办身份证，还自己发车牌，再加上出身份证，要不要制作费啊？哎，信件寄来寄去，啊，包括制作的免钱哦，钱上开，钱上要开，使用者付费啊！各位，你在这上课，吃饭吃十顿。坐伫遮，吹冷气、电风、光，大睏、洗身躯、洗浴、食饭，遐中央技工甲你切菜，遐菜拢免钱嘛。游先生的所在，这个地方是水月园游先生的地方诶。咱一般去外口住农庄、住民宿，3天2夜去外口，你问看卖要花多少钱？初级班3天2夜，高级班3天2夜，要不要花钱？要。会当来家吃烫海无？吃流水席，游先生自己付钱，我们一元都不要拿，可不可以这样？不行哦，唔通哦，天地天理哦。咱去上遐，咱去共朋友遐共食一顿，你爱另一个爱请顿来无？一定爱啊，唔通共食免钱饭啊。哦 ，OK， 来继续。级班、高级班，昂贵的上课费用，立委就曾估算，台湾民政府收入超过1亿8000万。他要巴巴的去花6000块，花10000块去上课。注意听哈、哦。然后呢，他的出发点是跟儿子讲说：“公，哎、欸，你今吼，明年美国都要来接收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公爸爸已经替你传好啊。”讲美国政府来，你唔免考试，就会当做公务员啊。
来停。各位，请问你做职前训练，包括郡守，要不要考试？郡守要考试无？免考试就做郡守啊，免考试就做秘书啊。各位，你去官网看卖啊。当郡守，郡守考试都要考试的，考什么？新台湾论，上下册，你有读些无？读熟你可以去参加考试啊。哦，不是不用考试啊，这只能代表他们的无知，为他们无知感到可怜啊。这可怜的流亡中国人，媒体无知啊，乌白报。哦，来继续。那这个孩子听到这个，怎么跟他爸爸讲呢？你们等一下，这个请这个外交部派人去办一个他的身份证，去 AIT 进去看试试看。来停 ，AIT 是什么单位？美国在台协会。伊甲谁徛做伙啊？流亡中华民国徛做伙，徛伫门口的是谁？流亡中华民国的警卫、警察。你摕着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他会不会让你进去啊？当然不行啊！听有无？在流亡中华民国的架构下，他会让你进去吗？不会啊！你必须要拿他们的识别证。所谓的中华民国身份证，你也给我讲了哦。所谓上面叫所谓，我不承认，它是有效的法理证件。流亡中华民国的护照，流亡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连联合国进去买个马克杯都不得其门而入。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你讨厌不让我们进去没关系啊，改天我们就制裁你。攻击呢？你今天刁我们、骂我们，这些纪录片我们通通都记录下来，以后国际战争法庭我们再来算账。听有无？这是战争军事占领区，因做的真好，咱唔免去介受气，咱记录起来，老证据。因只后来慢慢一个一个再慢慢算。哦，来继续。看能成不能成？这不叫诈骗，这叫什么呢？洪素珠的言行让他段宜康有没有讲诈骗两个字？拿不出证据，他是不是属于犯罪？是不是？他特别出荐股啊，他公安诈骗，像这些诈骗，人家是诈骗集团。来继续。台湾民政府充满省级歧视的行事风格曝光，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曾安排专案报告质疑，等这组织自行回。看到这里就好了。好，那我们回到 PowerPoint， 回到 PowerPoint。他那些影片看完了后，江苏建立出来，甲各位同心学员，爱了解一个正确的法律的认知伫面顶。美国军事占领区日本台湾土地面顶有两类的人：第一，占领区的住民会当取得到父母双方台湾总督府的户籍填本；第二，外国人又或者是啥台湾的居民，哦，台湾居民的无法取得父母双方台湾总督府的户籍填本。民事的记者对国际法律的认知严重的不足，哦，讲述新闻报道爱成啦，检视家己。名分的所属，你是谁？你的名分属于哪里？哦，在日本台湾有国籍的分别，因为啥？台北市有一个流亡的政府叫啥 ？Chinese Taipei， 什么叫 Chinese Taipei？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哪个台北？日本帝国的台湾。总督府这个台北市的范围，哦，让他，因为他台北是什么？台湾的首都，哦，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流亡在英国伦敦的法国伦敦 （French London） 跟比利时伦敦，哦，跟波兰伦敦流亡政府都是流亡在英国的首都伦敦。那台湾的首都在哪里？台北，所以 Chinese Taipei。日本台湾由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民事属于支那难民的媒体，伊的国籍是啥 ？China，
吼、段宜康呢，各位我该介绍段宜康的身份，伊即卖维基百科改掉去啊，找无。但是之前我深深了解，伊的本来伊有公开的资讯，伊是啥？伊是支那大陈岛，了解哦？大陈岛有没有一个撤退？伊是大陈岛流亡难民第二代中国人，伊无迄个名分甲资格，对战争法架构下台湾民政府做任何的定义。他有没有名分？有没有资格来定义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他有没有资格？不了解来上课，不要自己哦擅作主张对台湾民政府做任何的定义，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哦。来当所谓的民意代表，尝试不足啊！说实在，你不知道就要来上课，而不是片面之词，随便就批评台湾民政府，这是不对的哦。过来。画面上 ROC 的议会是属于什么流亡难民集团组织的内部会议，有听过家庭会议吗？整个家围起来，大房、二房、三房到最后一房、哦、最大的阿公开会啊，参加的、哦、譬如议席啊，出来咨询啊，对阿公还是大伯问哦，哎，啥家庭会议啊？来听有无？在国际战争法之下二阶，也就是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没有权利也没有立场，对从属于美国军事政府之台湾民政府做任何的干涉。听有无？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国防部，就是五角大厦。好、哦，美国国防部、美国军事政府底下什么？台湾民政府。今麦 ROC 的，它是在台湾关系法架构下，这是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过来啥？美国在台协会过来啥？这是台湾关系法架构下，美国在台协会也开叫啥 ？ROC 就是台湾治理当局，但其实这个台湾治理当局，美国有没有承认？到现在都还没有承认。我简单跟你问一句的啊，蔡英文有没有收到美国总统的贺电？有没有？没有啊，无啊。哦 ，OK。洪淑珠小姐做事实的陈述啊，哦，制造纷争的外国人本来在占领区的军事占领区，本来要遵什么国际战争法？你本来就在遵守战争法啦。流亡中国人，恁兜的代志，家己去好好管。战争法下骹军事占领区的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管制底下，有权利做干涉是谁？美国军事政府 ，ROC 跟台湾民政府，两个不同的，不同架构。台湾民政府要跟谁接政权？跟谁？美国军事政府，不是跟 ROC 接。那、啊、我了解哦，来，我讲哦，战争最用什么绞刑？海山呐、啊，海山就是安死的，哦，就是伊拉克去侵略科威特，迄海山就是像安尼战争法安尼绞刑哦，东条英机诶，同款像安尼，东条英机本来要用枪自杀。结果同款，吼、哦，甲医药好，然后绞刑。这个啊，这个就是孟加拉反对党领袖，因为触犯战争法，死刑。联合国通过决议保护什么遗迹、古迹啊？警告破坏，恐违反什么战争罪、战争罪？军事占领区原来属于日本天皇、台湾总督府所有的古迹，会当甲拆掉无？会用的无？新北投车站可以吗？还是讲放火甲烧掉？基隆的仓库可不可以？不行啊！犯什么战争罪？哦，这2017年今年3月2日，
哦，联合国国安安理会3月24号通过新的决议，谴责破坏文化古迹的行为，对哦的伊斯兰在规个呼吁哇，包括 ROC 同款哦，以色列特色组织哈的同款，叙利亚战争罪哈，过、哦、来，这是没触犯战争罪，清香哦。4月16日，布袋事件，以前霍乱，这些疾病都没回来。蒋介石来了后，开始产生霍乱，结果来接管半年了后，以前发生布袋，就是很多有传染病嘛，霍乱，结果汉贼里的人不能出来，每一个路口都封起来，结果大家怎样？夭死。啊，要出来买东西的，偷偷要不要？有的钱拿的，看会当人放的方便去买菜、买吃的。啊，这样的偷出去怎样？用机关枪在路口，嘟嘟嘟嘟嘟嘟嘟，断死。哦，1946年4月16号发生的。这是啥？淡水淡水，不能说的秘密哦，这些东西受人家来。欧盟有28国家因为投资不透明等因素拒绝签署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最近发生的哈、哦、OK 假金砖啊，嘿，中国人有厉害哦，你买黄金哦，是不是真的黄金？假的，连结啊嘛是同款，各位你也看购物频道买玉佩，你唔通听遐个人啰讲讲啊，这是怎啊？你讲买些什么高价值？有什么那个？爱注意哦。我当初都去买着假玉啊，损失10多万哦，损失10几万哦。各位，你买东西要注意哦，假的东西很多哦。各位用嘿哈、啊，你已经被点死穴，用个骗啊！迄点点摕2500块人民币。说你别点死穴，所以你要拿2500块拿出来，啊，给它解穴。武侠小说看太多了，哦，清泉岗毒品，哦，这大家都知道，哦。各位，防斩首啊，蔡英文要撤离，来，我们看那个美国总统哦，第3跟第4的影片，哦，大家看，总统落音，都坐直升机离开，哦。This is the 尼克森，所有的美国总统只有尼克森在白宫坐直升机离开，因为他犯了罪，出卖台湾，所以录音在白宫坐直升机离开。接着尼克森呐、啊，出卖台湾，他跟希拉蕊一样，偷偷要把台湾卖给中国。听我，希拉蕊屌，因为他出卖台湾一样，电流啊门哈。来稍微转快一点，时间关系哈，你看他怎么离开。来用行为哈，蔡英文一样坐直升机离开。好，来，拜拜，来。美国滚属建物的直升机。我来看下一个，布希。咱先看奥巴马哦，做美国总统了，看我苍老。也要被这边期间，2009年1月20号，很年轻哦。来，稍微转快一点，有没有？奥巴马是不是很年轻？如今装北头章啊。好，来稍微转快一点。布希哈，就是咱阿哥的，迄个时阵的总统，美国总统布希跟国务卿莱斯。拜拜，美国华盛顿 DC。哦，来，快一点，转快一点哦。OK， 好，今天课程到这里哈、哦，大家记得要好好读《新谈论》。好，讲课到这里，谢谢。